很久以前，羊族祖先阮绵绵为了逃避狼群，来到了青青草原，还在桥上建了一道铁闸，恶狼首领武大郎怎么都过不去。有只狼出了个馊主意，说减肥吧。武大郎觉得主意不错，拼命地减减呀减，直到有一天他终于饿死了。从此世界上就流传了一个饿狼传说，只要他们想吃肥羊就一定倒霉。阳历3513年，武大郎的第250代孙子灰太狼想起了饿狼传说，带着妻子红太狼来到了青青草原，结果一场饿狼和绵羊的战争又再出现了。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软绵绵红太狼灰太狼，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也为我变得更香，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白云也为我变得柔软。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天最高心情一样奔放，每天都追赶太阳。有什么难题去见吧，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是三月难题吧，我水平也不浪浪摇着羊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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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老婆，这大过年的，又差不多是咱们20周年结婚纪念，你就放得下小羊几天假怎么样？哎呀，要是再不去抓羊，我就让你多尝20年这个。吃，妈妈吃。妈妈不吃，给你爸爸吃吧。爸爸吃。那是木头做的，不能吃。我的小宝贝儿还没开过一次羊荤呢，真是超可怜，都是你这个窝囊废。老婆，把咱家最大的铁锅搬出来，今晚咱吃涮羊肉。哦，庆村长任职百年，迎新春再到羊村，恭喜领导。低调低调点儿，100年了，我们认识也有100年了，老伙计，咱们也不能当落后分子啊，走，赶紧去理发店梳洗梳洗。蜗牛伯伯，你流血了！不行，我得帮他包扎一下。怎么是这种颜色？村长，蜗牛伯伯怎么了？蜗牛的牛气没有了，大瘟疫又回来了。大瘟疫？是的，所有健康的动物体内都有生气，羊叫阳气，蜗牛叫牛气，气弱了就会病，断了气就会死。100年前的瘟疫夺走了许多生命，为了拯救大家，羊村第一代村长阮绵绵不眠不休，终于找到了治病的方法。这就是罪魁祸首吗？不，他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潜伏在他身上的细菌。把微缩药水和杀毒喷雾给我。村长，还是让我去吧。
别闹了，赶快给我吧。村长，这次太危险了，您年纪又大了，还是让我去吧。你是个好孩子。那好吧，咱们剪刀石头布，谁赢了谁去。好，剪刀石头布。你的病全治好了，不知道其他蜗牛怎么样了？太好了，村长成功了，村长成功了。对了，村长去哪儿了？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我一直相信阮绵绵村长没有死，我一直都在等他，一直在等。想不到阮绵绵村长没有回来，大瘟疫却先回来了。你是说蜗牛伯伯他？不错，他感染的正是百年前的那种病。那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些全部都是当年阮绵绵村长发明的微缩药水和杀毒喷雾。如果这次我回不来，你们就去找刀羊伯伯来当你们的新村长吧。村长。厕所，厕所，厕所呀！村长他怎么了？我们去看一下吧。小姐，看路。喜羊羊，你该不是想……村长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们总不能让他老人家单独去冒险吧？呵呵，你是不是忘了还有我这个哥们儿了？我们草原三剑侠可是要一起除恶扬善的。慢羊羊，你说对吧？对对，你说的对。他们想干什么呀？大家准备好了吗？慢羊羊，村长就拜托你了。好。什么？他们真的全飞进去了？可恶！哼！下定决心吞下缩小药丸，我赶紧追追追！啊！
他们是不是进了蜗牛体内了？太冲动了。对不起，村长，他们主要是担心你年纪大了，所以才替你去的。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我怎么会不生气呢？要是他们回不来，我就更生气了。你们可一定活着回来呀，我可不能再等上100年了。怎么掏出本大王的陷阱迷魂阵？小肥羊，我可等着你们来呀！哎呀，这么快呀！亲爱的小肥羊，咱们又见面了。你是谁呀？谁敢偷袭本队长，还不赶快给我道歉？道歉？哎呀！你弄坏了我的陷阱，我还没让你赔呢，怪物。你竟然骂我怪物！好大的胆子！我就是喜欢骂。兄弟们上！不要逼我出手啊！你们还不知道本大王的厉害吧？对了，这么多的地洞，什么时候才能填得完呢？可是如果放着不管的话，还会有人掉进去的。好像有人掉进去了。救命啊！救命！不用怕，我们马上就会把你救出来的。谢谢你们！你们是谁？你是谁啊？看来你们是外地人吧？难怪会不知道我。哼，我是白牛国的勇士。那太好了！你能不能帮我们带一下路啊？不行！我现在正忙着打仗呢，没工夫理你们。再见。他们是谁呀？长得真奇怪。哎呦！哎呀！精准的逃兵！救命啊！你们听，谁在喊呢？救命啊！好像是刚才那个人。我们去看看吧。你想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逃兵吗？什么？他是逃兵？这怎么会这样呢？你们几个又是谁？来人呐，也一起抓回去充军！快叫醒犯人！
们。我告诉你们，本大王就是威震草原的灰太狼，你们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给我松绑。哼，看你那稀奇古怪的样子，就知道你是白牛国的特务。哼哼，来人呐，给我把他给宰了！什么？宰了？大王，饶命啊！我不是特务，大王，饶命，饶命啊，饶命啊，大王！大王，求你了！难道你不想打败白牛国吗？嗯，什么意思？我有一个宝物，可以帮助大王消灭白牛国。嗯。好，把他带过来。说吧，什么宝物？大王，请过目。嗯，这是什么呀？这个叫坦克，是战场上以一敌百的超级武器。有了它，消灭白牛国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了。真的吗？不信呢，我给你做一个示范看看吧。这是我的专利发明，年前产品。ISO 9999验证，洋洋运动会选手专用座驾等等。为了方便制造，用随地就有的材料也没问题。这就是坦克模型。哎呦！啊！哈哈，好厉害啊！军工过来，听好了，把图纸拿下去，今晚就给我赶造个10000辆出来。哈哈哈！是，马上去。好，非常好，灰太狼。你是自己人了，谢大王。对不起，连累了你们了。哎呀，这也不能怪你呀。我叫喜羊羊，他们是我的朋友。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咚咚锵。你为什么有个眼圈，那么特别呢？只是有个故事的。10年前。全军准备！大的战争后，两国都伤亡惨重。这个时候，我妈妈遇到了我爸爸。啊！他们相爱了，可是这对于黑白两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只好逃进了深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是好景不长。
就这样，我被带回了白牛国。咦，野孩子，女孩子。嗯。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我好想回家啊！你别伤心了。谢谢。哦，对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们来自外面的世界、啊、到这里来是为了对付祸害蜗牛的细菌、嗯、细菌我知道细菌就是坏蛋大王怎么样查到了吗报告大王我已经查到了黑牛的驻扎地就在我军以北不远处这么近他们真大胆还有啊黑牛明天准备使用的新型武器就叫坦克原来叫坦克麦德劳麦德劳坦克大军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么快好多呀！这坦克也太小了吧！不会呀，是按照你通知上的尺寸做的。你看，一模一样嘛。哎呀，这么小有什么用呢？这辆是你的，这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祝你今天首战告捷，马到功成。那么大王，你去哪儿呀？我嘛，当然去后方等你的好消息了。拜拜。大人，那现在怎么办？你要加油啊！我也要去后方等你们的好消息。拜拜。要是这坦克能再大点就好了。我怎么忘了我还有变大药丸呢？有士兵来了我死了我的变大药丸哎呀我的变大药丸幸好还剩下几粒应该足够把坦克给变大了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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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拿去吧
这场战役打得出色，打得漂亮，喜羊羊、美羊羊、沸羊羊、懒羊羊，你们作战有功。虽然很危险，冷静思考，智慧闪电，战胜困难我当先，战胜坏蛋我有经验，当歌声一遍又一遍，万水千山来到你的身边，就是春天。你们现在正式晋升为上校了。我们这次来这里，其实是为了想治好蜗牛的病。我知道，你们只要跟着我，把黑牛国那群坏东西灭掉，蜗牛的病自然就会好。可是，大王，蜗牛的病真的是黑牛国造成的吗？错不了，我的消息一向很准确。
东西，没道义，下三流。你们有胆就下来猜拳呐、啊！哎呀、啊！大王，还是先进来避一避吧。没道义，下三流。喜羊羊上校，快想想办法吧。嗯，办法是有一个，可是需要村长的帮忙才行。村长，村长，我是喜羊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蜗牛上空有很多敌机，有很多敌机，请求村长将他们击落，请求村长将他们击落。你干什么呀，村长？别说话。杀手锏，好，你去把他们全都消灭掉吧。你这是干什么，灰太狼？大王，我真是混进黑牛国的卧底。其实那些坦克呀、飞机呀，都是我想出来的。原来是你。你先听我说呀。其实那些坦克、飞机呀，都是山寨版的。这个山寨版的坦克根本就是不堪一击，不然怎么会像蟑螂一样被你们踩扁了呢？还有那些飞机，山寨中的山寨，只要轻轻的一吹就完蛋了。所有这些。都是我聪明的灰太狼大王特意想出来的。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一层嘛，首先是出于对你个人的崇拜，最重要的是我早已经查明，这群恶牛无恶不作，到处掠夺，挑起战争，把蜗牛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引起蜗牛病变。就因为这样，我才不顾个人的安危，抛下老婆和孩子混进他们的军队。我的儿子今年才一岁啊。太伟大了，总教授提命，将黑牛国这群恶牛全部处死。是。大王三思啊！小心被小人唆摆而误了大事。这个灰太狼是出了名的狡猾的，大王一定要小心被利用啊！正在大肆破坏着我国首都。什么？
大王，危害蜗牛世界的可能就是黄牛。对呀，大王，他们可能就是黄牛派来陷害你的奸细。你才是奸细呢，你们全家都是奸细，贪吃的奸细。大王，你可要相信我们呢，他是在临见我们。他们怎么会是奸细呢？他们之前可是为我打过胜仗的呀。不，大王，你有没有想过呀？你一离开，黄牛就去进攻你们，嗯，说不定啊，就是他们去通风报信儿的。哼，他们帮你打败黑牛只是一场戏，他们跟黄牛演戏给你看，目的就是要进来当奸细。哼，嗯，真的有点道理。大王，我们绝不是奸细，请你别相信阴险的灰太狼，他是无间道。这个真烦人。不烦不烦，大王。哎呦呵，大王，干脆把他们通通交给我来处理吧，我一定把他们处理得妥妥当当的。好，现在国家急需你这种有勇有谋恶行恶相的人才，干脆委任你为我军的上校吧。这下倒霉了，你现在是上校了。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总司令这个称号的。现委任灰太狼为我军总司令，大家务必听取总司令的调遣。众将士听命。快把黑牛国的恶牛解决，然后再把大肥羊们，将喜羊羊军团成员带到我帐篷里来。总司令，你率领3000大军直到黄牛大本营，将他们摧毁。遵命。全体将士立即回国。就那么几十个小兵啊，简直是小菜一碟。行动。现在老王会在干什么呢？你是谁呀？你是？你有什么事吗？没事。大王，挑起两国战争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你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好吧。谢谢大王。没有价值的家伙就得死。我有价值，利用我，利用我吧。那么，
你有什么可以被我利用的？这里有坦克图纸，还有飞机图纸，这还有平底锅图纸。这个不是。反正你要什么武器，我都可以为你制造出来。哼，别以为我不知道，都是些山寨货，也就是能骗骗黑牛白牛国那帮废物。有了有了，我可以制造控制细菌的武器。把它带去兵工厂。就能控制其他细菌了吗？没错。你过去试试。跳舞，翻跟斗，停。做得好，我要让每个士兵都装备上。遵命。潜入啊！去哪儿找飞机呀？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植物，用它们来造飞机。就是作战经验嘛。反了！糟了，被发现了，快逃！承受四只羊的重量。投降，投降，我投降了。你们的妈妈来了。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我是大王。咚咚锵，你是什么时候做的大王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是来陪大王放风筝的，你们居然那么大胆击落我们！我现在怎么办呢？继续装下去。该他喝醉。大王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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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今天大王心情好，就饶你们一死吧，带我们回基地。多谢大王。报告，进展如何？两国士兵已经全部被俘虏，只有黑牛和白牛大王仍然在逃。在追捕的路上，我们捡到了这个。这个是通讯器，是属于小羊们的。传令下去，务必在今天内抓获白牛和黑牛大王，还有那群外来物种。遵命。大王，小羊们的事是否可以啊？去干自己的事，别在这里唠唠叨叨的。是。哎，是不是想抗命啊？不敢，我只是想给终端遥控器升下级，防止盗版。升级？升级是什么？这个问题比较抽象，恐怕很难解释清楚。反正升级以后就能黑屏，现在超流行的。动作快点儿！别以为本大王好欺负。哎呦！哎呀，这速度提升液的副作用还真大呀！现在舒服多了。村长，不好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刚才通讯器有信号了。有信号不是很好吗？喜羊羊他说什么了？不是喜羊羊说的。那会是谁呀？我也不知道，只是断断续续听到有声音在说，什么缴获了通讯器，还说什么要把他们通通都抓住。哎呀，这下糟了，一定是那群黄牛军。啊，那喜羊羊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呢？事到如今，只能我去找他们了。我也要去。不行，这里得有人守着。可是……好了，快去帮我准备行装，时间不多了。是。暖羊羊，把腰带拿过来。啊！别乱动，不然我就对他不客气。不客气。你到底想干什么？老杨，你把我老公抓哪儿去了？老杨，你把我老公抓哪儿去了？傻孩子，你应该叫老爸。老爸，你把我老公抓哪儿去了？快说，灰太狼在哪儿？在那里。在这里，也可能在这儿。据我分析，最可能在这里。老杨，你别想忽悠我！我老公那么大个子，怎么可能在这里？是不是你们把他给吃了？村长，您的行李……你给我站住！别想溜！今天不把我老公交出来，信不信一会儿我把你们烤成羊肉串？嘿，老杨！听到没有？够了，闹什么闹？
我现在心情差得很，别惹我，把我惹毛了，后果会很严重的。老公，老杨欺负我，我那群孩子也在里面，生死未卜啊。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蜗牛世界出现了一个大魔王，正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呢。村长，喷雾枪和药水准备好了。暖羊羊，羊村就交给你了。村长，知道了。你说你要去哪儿？我得进去找他们。我也要去。不行，太危险了。再危险我也要去。过几天就是我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们结婚20年了，就算死，我也要和他死在一起。真是很傻很天真呢，那就用喷雾枪吧。谁家？小灰灰。大王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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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相信了，继续装下去吧，要有气势一点，那样才像大王呢。滚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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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等一下，等一下！滚开！滚开！滚开！谁这么大胆？滚开！原来是镜子，这里有一面大镜子。原来不是镜子呀！你到底是谁？竟敢冒充本大王？别怕，继续装下去。你才是假冒的，我是正版的，你是盗版的，还冒充的那么像。快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起来！快动手啊！大王让我们抓大王呢，他干嘛要抓自己呢？就是呀，笨蛋！难道你们连本大王都不认得了吗？他才是冒充的。你们想造反呢？看清楚了，你们大王的黑色印记是在右边的，那边那个才是冒牌货。对，他是假的。你们跟我这么久，竟然都没有留意我的印记是在左边吗？对呀，是在左边。是在右边吧？不是在后面吗？好像是啊。够了，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我是真正的大王。黄牛国军民身份证。小子，你有吗？快点拿出来呀，小子。白牛国学生听课证，过期的学生证，还不快点把伪装脱掉！哎呀，我没有伪装，我本来就长这个样子。什么？为了小羊，灰太狼努力加油。这不是小胖子懒羊羊吗？哎呀，怎么自己跑到我这儿来了？当然是我抓来的。这些就是你想要的家伙吗？正是这群小羊。原来这些控制器是你搞的鬼。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
可恶！有本事放开我，我们用剪刀石头布来决斗。我才没那么笨呢！我的霸业就快成功了，把他们关进大牢。等等，大王，他们不是该由我来处理吗？对，不过现在我又不想给了。你留着也没用啊。第一天见你，我就知道你是那种不甘久居牛下的家伙。可恶！我新开发的控制器可是更加的轻巧方便。你，大家别乱动，否则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你可以去草原打听打听，有谁不认识我这个赫赫有名的草原霸主？灰太狼，你老婆来了。你别用那么幼稚的招数来骗我，傻子才会相信呢。老婆，你怎么来了？那还不是为了你呀、啊！老婆、啊，你看这个是什么？好你个灰太狼，竟然敢背叛我！来人呐、啊，把他们几个都给我抓起来！风家家大王不要啊！大过年的，我想搞搞笑，弄点气氛。哦，过年可是要吃糖果的。风家家大王，我不甜，有三年没洗澡了。全部带走！妈妈，爸爸是不是在给我们玩捉迷藏？小灰灰，老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吧。美羊羊，你别瞎操心了，小心被吞掉。你说什么？老公就是被吞掉的。懒羊羊，你能不能别乱说话了？我知道了。村长，你咳嗽了，没事吧？我没咳嗽啊，可是我刚才明明听到的呀。你看都打喷嚏了，肯定是感冒了。小傻瓜，我不正是面对面跟你们说话吗？什么时候打喷嚏了？羊羊羊！我不是妖怪，是一只掉牙的老羊。难道说？真的是你，软绵绵村长。哦，你是？您不认识我了吗？是我呀。慢羊羊，哎呀，没想到还能见面呢，村长。软绵绵老村长好，村长好。乖乖，没想到羊丁现在这么兴旺了。是啊，羊村变化也很大了。真的？那现在还有狼来骚扰羊村吗？自从武大郎死后，现在他的后代灰太狼整天来捣乱。老公啊，灰太狼！妈妈乖乖，妈妈别哭。他就是灰太狼的妻子红太狼，她丈夫刚刚被彭恰恰吃掉了。这个彭恰恰真是越来越过分了。对了，当初您为什么留在蜗牛体内不回羊村呢？这个呀，说来话长啊。当初我进入蜗牛体内是为了消除病菌，可是我却发现引起蜗牛病症的黄牛细菌其实本质不坏，
他们只是比较容易失控而已。于是我就研制出乖乖丸，帮助他们一直保持淳朴善良的心。后来我遇到在漩涡森林迷路的彭恰恰，知道了他家里发生的不幸，就收留了他。可是他性格极端，容不得其他人反对他，内心的仇恨使他走火入魔。他一心要发动战争，报复欺负过他的细菌。我的不断劝说使他非常厌烦，他认为我每天派乖乖丸给黄牛，阻碍了他的大计，就把我关进大牢了。这真是太过分了。那是他自找的。谁叫他老是碍我的事？你真是忘恩负义，居然这样对待收留你的恩人。你给我闭嘴！他只会一味地叫我放下仇恨，又怎么会明白我失去家人的痛苦呢？把那个冒充本大王的家伙给我拉出来！是。走走走，妈妈快来啊！如果以后感到害怕，就敲这个鼓，然后喊妈妈，妈妈就会马上来保护你们的。不要，不要打我！真的是你吗？动动枪！弟弟。哥哥。太好了，我们失散以后我一直在找你，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可是我一直没有放弃，现在见到你太好了。哥哥，来，让我们兄弟好好聊聊。太感人了。真是悲从中来，又是喜上眉梢啊。真是造物弄人，又是兄弟重逢。我也好想跟我的果冻薯片巧克力甜瓜子重逢。弟弟，最近白牛和黑牛的奶都不能喝了，咱黄牛的能源者里绝对没有添加剂，喝吧。你放心，只要有哥哥在，你今后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哥哥干杯。来，干杯。给我们抓羊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妈妈，这里就有好多羊肉啊。喂，别捣乱。其实蹦恰恰本来也是个好孩子，只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也不知道东东枪怎么样了。那家伙真是的，一见到他哥哥就不理我们这群生死之交了。东东枪不会那样对我们的。他一定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我也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我要秘密审讯犯人，快给我退下。是我。我们当然认得你啊，你这个大魔头。不对不对，不是不是，你就是大魔头。快把老公还给我。放我老公！放我老公！这个，你是东东枪？你来干什么？我是来救你们的。不好意思，我很年轻，可是有点老化。趁我哥哥醉了，快点走吧。你确定吗？我看到他睡着了才出来的。哥哥，没想到亲弟弟会出卖我。你
是醉了吗？你连能源哲理和水都分不清，你能怪罪我吗？你们快走，却把动能控制器破坏掉，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除对灰斑牛的控制。哎呀，放开，不然别怪哥哥不客气。我不。哎呀，终端控制器到底在哪儿啊？应该是这个。快，我们赶紧砸了它！让我来。哈！敢跟本大王作对？现在怎么办？大家不要怕，我们有七个，而他只有一个。就是，七比一，谁怕谁啊？嗨！现在到底是几比几啊？这可怎么办呢？你们已经逃不掉了。村长，你没事吧？哎呦，闪到腰了。被控制了。被包围了。村长，有带爆破药水吗？对呀，爆破药水。速度提升液。什么？难道全部都是啊？这两个笨蛋，要先从哪一个开始吃比较好呢？这个是会拉肚子的药，我跟你拼了！喜羊羊，你们放开我！我是最厉害的，谁也不是我的对手。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没错。这就是你们妨碍我的结果，准备受死吧！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呀，肚子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啊，疼死我了！啊，怎么回事啊？啊，好疼啊！疼死我了！厕所！他怎么了？可能是速度提升液起效果了吧？哦。药水使速度提升的效用可以对付他吗？不，但是可以使他拉肚子。对了，别管这些了，赶快把终端控制器砸烂。是。怎么会拉肚子？用力砸！可恶！也许被控制了，才不会想起伤心的事。老婆，我回来了。哎，老婆，哎呀，你干嘛打我呀？好疼啊！你真的觉得疼？那还用说？我不是在做梦，你真的回来了。喜羊羊，你没事就太好了。可是被拉在马桶里的感觉真不好。哦，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别动，这是我装的迷你自爆装置啊。你们没事吧？你们看，啊！
不，哥哥，别这样，你也会淹死的。没关系，还有他们给我陪葬呢。老公，儿子，喜羊羊，别叫了，快往上爬吧。儿子，别玩了好不好啊？我以后再也见不到老婆了。灰太狼，你的脑袋应该是很硬的吧？那当然了，老婆的锅都被我顶破了好几个呢。那好，过来帮个忙。要怎么帮啊？可恶的喜羊羊！大家过去看一看，刚才那边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好。啊，老公，老婆，快来救儿子！哎呀，你儿子不见了！啊，不是吧？儿子，你在哪儿呀？不要吓唬老爸呀！快抓住！哥哥，我们上去吧。我不走。你这个傻瓜！你想想，你们爸爸妈妈会希望你这样吗？我，哥哥，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啊！我说了不走。我不走，别碰我！我不走，我不走，别管我，放开我，放开我！我不走，我不走，放开我！儿子，儿子。喜羊羊，你救回我儿子的话，我发誓我以后一根羊毛也不吃。你说话要算数哦。当然当然。快点拉呀拉呀。软绵绵村长，你怎么了？没事吧？没电了。哦，儿子，儿子，快醒醒啊！儿子，啊，哎呀！快拉我上去！软绵绵村长，你什么时候有电呢？快快把喜羊羊拉上来呀！喂，喜羊羊！放心，我没事。别管我了，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大家快用力呀！喜羊羊，你们一定要安全地逃出去。都怪我，对不起，喜羊羊哥哥。红恰恰，你逃不掉了，你束手就擒吧。你们别吵了。喜羊羊他牺牲了。你这个坏蛋，是你害死喜羊羊的吧？你这个恶魔。不要抓我哥哥，快放手啊。一军做事一军当，我做错事就应该受惩罚。弟弟，你放开。哥哥，你再不放开，我连你一块抓！我不放！来人，快给我把他拉开！住手！放开他们俩兄弟！你是谁呀？敢命令本大王？难道是……啊？他就是一百年前拯救蜗牛世界的那位勇士大人呐！勇士大人啊，哥哥，其实造成今天的局面错在你们。
是本恰恰他。如果不是你们黑白两国不和，互相排挤，怎么会逼得他们一家逃进深山？如果不是你们两国挑起战争，他们又怎么会失去父母，兄弟分离呢？本恰恰对你们的仇恨是你们制造出来的，你们今天能原谅他，其实也是原谅自己。宽恕别人的错误，宽恕你的敌人，也是需要勇气的。来，拿出你们的勇气，大家和谐相处。勇士大人，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总算明白你的苦心了。是啊，从现在起全面停止战争，大家永远和平共处。一家平安真是好啊。到了，今天我们是来恭祝慢羊羊。怎么了？你们村长的100周年庆典不办了？其实村长这几天天天都想着喜羊羊。喜羊羊。蜗牛兄弟，你可以先回去了。是喜羊羊回来了吗？不，他不会再回来了。是吗？哎，说起来，你是？你是灰太狼！大家快逃啊！别误会，喜羊羊救了我儿子，我们法国师不吃一根羊毛了。对对对，我们只是来参加庆典的。你看，这是我们准备的贺礼。看来是我们误会了，谢谢你。没事没事。对了，打开礼物看看，合不合你的心意呀？灰太狼，你别客气，到我家的大锅里办庆典吧。灰太狼，你真是太卑鄙了！你明明发过誓的，你说你一根羊毛都不会吃。是啊，所以今天我拔了你们的毛，然后再吃。卑鄙，无耻！卑鄙，无耻！小孩子别捣乱，老婆。我们回狼堡庆祝吧。老婆，你怎么了？你干嘛打我呀？老婆，怎么了？遥控器。这可是你做的遥控器啊。你。嗨。喜羊羊。真的是你吗？村长，真的是我。可是你明明被埋在石洞里面了。对呀。一天，这不是实验室吗？这就是蜗牛身体的毒素，我跟他们一起被排出体外了。这是什么呀？变大丸。太好了，太好了！嘿，蜗牛伯伯，你没事了。对呀，身体的毒素全排出来了，而且牛气冲天！太厉害了，我们完成任务了！感谢你们的帮忙，我去跑步了。先别告诉村长我回来了。
原来是这样，太好了！老公，羊都抓起来了吗？老公，你没事吧？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哼，可恶的灰太狼，这一次绝对不能轻易的放过你。对，各位英雄，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喜羊羊，救命啊！放了他们吧。喜羊羊，灰太狼这么可恶，你还要放了他们？软绵绵爷爷不是曾经说过吗？宽恕你的敌人，也是勇敢的行为哦。谢谢你，喜羊羊，我们先走了。哎，站住！让我来送你们一程吧。我一定会回来的。春光。